们从舞台当中来跟我们哈彼此一决高下哈。第一名可以拿到500颗石头，第二名400颗，连续300颗以及200颗。等一下呢，今天的王者就要准备哈来到我们的来到我们现场。好的，那我们还是会请我们有两位哈知名的时光组会来到我们舞台先没前面哈。好，让我们欢迎小许以及阿红哦来到我们的舞台前面哈。好，大家好，我是小许。大家好。那我们最大家最期待的冠军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冠军战之前呢，我们先打出这个1、2、3、4名，然后最后呢，1、2名会争冠军，3、4名会再来争季军这样子。那我们就先欢迎这个四位上台哦。分别是第一个是文眼，他的名字有两个字，蛮特别的。然后再来是洪炳宏，然后还有赵如凯跟沈宏翔。看一下自己名字。对，然后我们四强打的关卡就是跟旁边的擂台是一样的，然后差别就是在于可以自选队伍，然后可以用龙科，所以差别就在你选的队伍比较快通关的话就比较有优势。没错，就是自己觉得哪一队比较快通关哦，就可以自己选。我们选手现在都开始组队了。哎，阿豪知道今天那个官方的队伍是哪一队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加油！官方队伍是哪一队啊？八龙队是不是？哦，啊，都拍我是不是？是最快的吗？他们都没有八龙。哦，那谁最快？好像都打了是吧？对，八龙是玛雅队。哎，那谁会选玛雅队来打？为什么打？然后我们二号选手选的是八龙队，然后四号选手跟三号选手都是选道罗斯。哦，分成两派。哎，道龙跟八龙，不是道龙，是八龙跟道罗斯的对决。哦，是哦。准备好了吗？都好了吗？都好了。那我们准备到
我开始好不好？好，三、二、一，酸。那我们是这一块，对，这一块通关，然后再来第三块，这应该很难同时间啊。对啊。但昨天有一个很扯的是0.03秒，对啊，那0.03秒，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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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们都有带那个武装龙壳，对，这样他按龙死在12就可以到。超好的，再一次的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再一次的谢谢。最快来到了第三关，第三关这个是风化，然后还顺便把一颗撞掉，真的。可以看得到，那我们是平均比较快一点。哎，这个超讨厌的，实话，哎，这个要实话吗？实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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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超讨厌的。啊，他选择，感觉开心杯就可以吸了。他写的很少，哦，原来一千哦，吓掉，吓掉，吓掉，哦，对，这是从道士打上去的，对啊。这个也蛮讨厌的。我觉得更讨厌的是那种尾鳍不会不见的那种，更讨厌。讨厌，这就还好。那我们现在到龙之感觉比较快。来到第二关。我们俩，我们俩在后排这边。发生过笑。哦，哇，厉害厉害。我们受到了。我们三号时间到了王冠。我感觉三号时间接近哦，接近。但是开机时间好像三号比较快。哇，这两个，这两个，我们还是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时间。好，恭喜三号跟四号完成。看来到了道罗斯里了。哎，时间的话是三号第一名哦，然后四号第二名，差了3秒。我们就是看，哎，一号跟二号也是同样，差不多同样。哎，没有，二号比较慢，慢了一关。没有，他们进场的时间不一样。好，这边恭喜这个一号拿到第三名。
客人少加万万是对的，然后再来就是微型燃烧，然后再来就是关键电子模组，烧完全模组的话会全电子两颗量，而且它会复活，所以最好是进波带走。然后第八关就是重点，就是你身上骑士，就是之前的骑士有技能，冻结无时之外，还要单击800万才能发现。对，就是西风网这个后面几个技能，它只把它放在这里。对，所以要么就是带这个控制，对，要么就是带双火单写板。所以今天在准备上面可能就是要针对网关去做，蛮好奇他们会。今天的活动呢，到这边又到一个段落了。那现场呢，所有来到电玩城的玩家，如果想要来亲临体验我们今天外的魅力的话呢，在您的左手边、您的右手边两边都可以来进行体验。那么明天第一场的活动将在早上。我们这一场的话，先请这个第三名跟第四名上来打这个进行战哦。那我们欢迎这个文眼跟红顶好选手，他们他可能会死啊，不会的，不会啊，那我换位。因为昨天这个阿红站哪边哪边就更新了，这边风水还叫更新。好，那今天也开始组队了。好，一号一样选择八龙，然后二号选手选择是眼球队，眼球蛮特别的。对啊，因为我觉得他天降应该会很多时间啊。但是我刚刚跟他聊过，他是说他想要求稳。因为这个关卡其实蛮难的，对啊，有可能会翻船。要翻船，翻船的话就要从头开始了，不能啊，不能接。你好，对了，变，他好像有一个唯一不会带核心卡的，是哦，好的，可以啊。他是说不能单张核心卡。单张和你打是哦，所以还是可以带和你，对对对。你像一号选手的组队就是很常见的八龙队，有补血，然后有炸板，然后有这个中身伤，对对。然后进场吧，进场。有一格，那有两格，结果真简。因为这个到那个野球队，他是要四张宇宙序章系列才有八秒转播，所以他在里面放了那个四张宇宙序章系列，这准备蛮特别的，对。其实。正副队长的眼球就算是两张了，对，所以只要再额外带两张就可以。但是他不能够放，他这样子就没有位置放合体了。对，那这样子他的那个共鸣就知道了，就可以把血换掉了。这应该在后台先问。可以问哦，他可能未来的女生问，我觉得他们官方应该先出头的。没有，我跟你说，他可能真的可以拿起来。哦，是因为从头的。加油！对啊，哦，这个八龙，我这个是手很多下，好累哦。
看到很多，看就知道很，一看到觉得很累啊。来问一下大叔的感想。按龙石开你了。我这边首先先开到了按龙石。我在那个等五中龙哥啊，是，所以 CD 二就可以发动了，这样。啊，一路冲到底了吗？哦。哎，没跟，竟然没跟，竟然没跟。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关，是最后一关，就是考验转珠的时候了。男人转珠。哦。但是八龙队它有加秒，我是七秒转珠啊。肖六一定会有。哎，是八秒转珠对不对？好像是。三龙属性。直接带走了，要看看。他四十啊，所以是七秒。三龙队。我右边这队也是八秒转。对啊，这四十是什么？随机。那我是八秒。没少了一张狗，我右边追上来喽。来换电机，这边好像我都不看小电机了。两边都开出四张狗，管他的。哇，现在走了，没问题。哎，其实两边说相差不远。这个是不是强化好？不是强化。对对，它就是消失火速，然后不能够消光弹药。对，不能手。所以你们要用叠珠哦。我是八龙直接去那个量强化，血量我是血量也蛮高的，他当我是很简单的。那普通谁？那普通谁有木盾啊？如果这边我八龙在打的话，我会把成员放水火布。先开始放水火布。那当我是大家拆来的。了吗？队员放水火布啊。哦。然后把暗珠隔开就好了，对。开始这边。看来双方都卡在这边哦。都有点苦战，所以我觉得眼球在这方面，哎，他站上没有更差，还是转暗珠哎，神奇，他想他那个炮吗？家里面有，对，打赌想要这一点，没赌，眼球，眼球在这边比较有优势一点点，还是差了一点点，还是差了一点。先排版，对，这队应该是可以打成架，这样够，这边可以打这个板子，
所以等一下不是直接开八龙就好了？对啊。好，这边他这个爆发全开。应该也是要开冷车。月龙哥也开不了，冷车也还没好，我们也还没满。我们这场更新的是什么？龙哥。好，我们恭喜那个文典哦，他拿到第三名季军。那季军的话是300颗魔法石。这边的话，他不会讲话，那接下来的关卡也是一样的，然后把你那个怪亚军的选手上场。好，怪亚军比较好看，精彩要来。然后他们打很久。那我们欢迎赵如凯跟沈宏翔，欢迎他们。凯文秀一下肌肉，凯文龙马没有了，八龙龙子八龙子，对啊，古老，啊，不太成功了。那我们这个选择不对的同时，我们就要送出三本漫画大赏，来点吗？三本画册，对，我现在看那个哪边的噪音比较大，比较好。对啊，想拍一点好不好？冠亚军的，对啊，冠亚军大家可以来一下嘛。非洲难民哭啊，干！哇，还有那个哎，没有看过。看看没有，你看到我跟钟姐一样，然后都是高手残。我们昨天四个都一样，高手残，很棒。应该都是把这个按龙刚龙哥，对对对，是这样。接待 OK 了，接待啊。右边的选手比较保守一点，他直接把他打死了。不跟你演了，直接带走。直接打死，反正后面也可以。这边可以偷打一点。他不喜欢后，他喜欢后吧？那就带走啊。其实这边很聪明，转武康的话，因为八龙他喜欢后了，感觉。可是他龙子已经跳起来了。八龙，他忘开龙手。不是，就让他龙手。哎，五万只有点晕。哦，应该。直接带走了，右边感觉稍微快了。天降比较多，对，天降，安龙神，对对对，天降也会让卡住，没有啊，卡住代表是开机啊，有转到的就带走，算先来到了第四关，这是喜龟尔吗？三喜
我想恭喜威尔啊！威尔，不是你很爱用它，对啊，我们反倒可以转，是不是练了很多张？没有，我们赌到后面，我还有，所以要，所以没有，所以真的不会过，因为按住太少，按住太少，然后双半刀，我还没用这个点数哦。啊没有，这没有，这个，哎、欸，哦，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右边是一五八八八八龙八龙，滑滑滑滑起来，我这个 X 型每个型完之后直接开八龙就好，对啊，单开八龙，单刀就是神器了，神器了，神器，那个放弃了，这边就空转，空转，空转，一路空转后哎。没有，他吸毒，他吸毒哦，他吸毒哦嘛。来吧，试探敌情。那消消多少？这个三一弹开了吗？第五关，第五关这边就是他洗牌是 OK 的发王。那我转不多啊？那跟我转不多？啊？想好了。没有转不多嘛？好，伤害非常够。两位选手都来到了第六关了。他忘了，但是我一直不懂的一件事情是，他们为什么都要带这种手术棒？不对啊，降一点，为什么到来都没拍到？哦，错了，往左边，我比较快哦。是，因为他们不会拍。然后我下来再问，可以不用拍，其实不用拍。他是刚拍在刚刚那里，他是刚刚那边没有拍。所以我等一下我打完再问一问好了。哇！哎，还有吗？你等哥，你等哥都很前提一下，对不对？怎么开啊？他们加好啊？加好，这样子讲好。六个龙凤，是两个大龙凤，两边大龙凤。小心好热哦，还有吗？就是找不到时间练习吗？
个橡皮笔了。好，那我们先帮那个建新哦，第四名哦，第四名那个木子轩来帮我们搬这个建军，建军，建军是我们的龙炳宏，龙炳宏，欢迎我们女将出场。好，草莓，有啊。然后他说今天没草莓，今天应该是。草莓昨天啊，没有那个奖牌哦。你看到底为什么没选丢了吗？直接说啊。对。恭喜恭喜，你们总是干的，你这样先留着一下。好，我们请那个小乔尔来搬第三名哦。第三名是我们的文眼选手，他就跟榜啊。好，明天见哦，再来吧。